谢大家支持，谢谢。那当然要签名的话，待会林瑜唱完歌也会下来帮大家签名留念哈。接下来马上来安排这首演唱的歌曲。好，看看。好，干爹点唱三六十八弯哈，我今天已经有点没有力。那个 CD 没有带来，我唱一小段好不好？我看我记不记得哈。好，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歌排对排，这里的山歌串对串，十八弯弯出了多娇艳的金银在九连环，引出了多娇艳的珠宝弹算。下一次哈，下一次。下次等我带 CD 来再唱哈，这首歌我以前听人家唱也没有唱过。其实林瑜跟你讲，你唱歌不用音乐更好听哦，清唱更好听哦。没有没有，谢谢林瑜姐，谢谢。好，接下来马上来安排这首我们前面大哥点唱的歌哈，新买的麦考来送给您哈，来点唱的爱的苦酒有吗老师哈，有吗？爱的苦酒有安排到吗？没有哈，没有 CD 哈，你帮我找一下好不好？来，爱的哭求有吗？帮我找一下 CD 好不好？来，谢谢。好，那当然，今晚上呢，林瑜这里呢，也特别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们，感谢您大家今天的捧场，感谢您大家今天的莅临，也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间。那当然呢，待会儿后头还有我们一位来自同样也是跟林瑜来自优品这一类旗下的我们非常棒的歌手哈。待会儿呢，林小英在后头呢也会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歌舞节目。那希望我们朋友们大家可以留下您的脚步，一起陪我们留到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这里呢，也借着机会祝福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同样也祝福我们的皇后零零七以及我们现场所有的店家们，大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大家，我们零零七每天都人山人海，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天天来到现场来支持，来捧场，好不好？那当然呢，我们后头还有两天的这个周年庆的活动，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大家都同样的也可以来到现场来支持哈。那当然，大哥点下来麦克，等一下我叫后面的歌手帮你安排一下，谢谢，感谢您的支持，谢谢哈。来，有 Must ED 爱的苦酒哈，有没有？找一下哈，我是我剩下最后一首歌，我唱这首歌先哈，找一下 CD 哈，不好意思，爱的苦酒。来，现在这首歌曲新买的麦考来送给大家，谢谢。掌声响起来，新买的麦考点唱歌曲，谢谢您，掌声响起来，谢谢。谢谢，这首歌我也很少唱，来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
开。